有点危险哦。再回到外围的庄又起出手，力道太轻了，自己来飞到前场要去救这一球，可惜拨回来是玉龙的球。周伯成再给到 Jones， 换到篮筐的另外一边。刚刚庄又起的飞身救球啊，虽然没能救回这一球，但是成功击倒了我们篮下的摄影师。我看到是摄影师现在在场边包扎。这个摄影师大大真的是劳苦功高，这算职业伤害哦。这应该是啊。对，太辛苦了。对，我只能说好险这次我们的主播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